咁今年咧喺西江嘅球队第11中签，系威人威威不示威，只当着力咧系有针规，白灯争起高王国，中备张良守旧围。咁咧系凡事咧就守旧，求财遂意，自身得运，婚姻不合嘅。咁咧就今年大家都知道啦，即系过去嗰三年咧，就由于疫情咧，令到大家咧都系生活得系好多系阻滞啦。咁包括系上学啊、就业啊、同埋喺家庭团聚方面咧，都系受影响嘅。咁咧就喺旧年年尾咧系送苦迎兔嘅年咧，就即系系国家咧就系送俾香港一个大礼，咁咧就系、是、第一阶段嘅系唔使检疫嘅通关，咁咧就而且咧就系、是、新嘅形势咧就系、是、由乱自治啦，咁由治及兴嘅时期咧，咁村民咧都讲咗，即系叫大家咧，即系得来不易嘅形势咧，都系要咧系比较系谨慎啲，咁咧就事事都会好嘅。咁即係都提醒政府咧，係即係針規嘛，即多聽意見。係12年前，好似係又係兔年，都係球隊同一樣支持嘛。咁我覺得政府係真係要多聽即係好嘅意見咯。咁樣先可以即係同心合力咁樣走出呢個逆境。東方東網綻放光芒，東方傳媒機構同仁鞠躬。